1岁，然后他的妈妈呢，香妞呢13岁，然后他的外婆呢，秋香是34岁。妞莉被生下来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呢把他抱在怀中，抱得很紧。但是呢，我们观察到这个妈妈并没有哺育幼崽的行为。小妞莉呢，她可以自己抱着奶瓶，然后自己躺着喝，坐着或是躺着喝奶。妞莉啊，她其实很顽皮啊，她有时候玩累的时候呢，也会坐在箱子里面打盹。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妞莉的今天的生日趴。那我想刚刚看到这个我们依萍姐姐这样子照顾这个妞莉成长的过程，我想短短的几分钟讲了她这一年照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辛劳大概都不止。各位也都知道，我们动物园在繁育红毛猩猩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在野外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那园里面也在努力的希望能够增长他们的族群，跟国际上做一些保育的交流。现在妞莉啊是1岁，那她现在体重是6公斤，那刚出生的时候我刚刚讲才1.4公斤，所以就一点点点大而已哈，所以她现在已经长很大。那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切给各位来享用，就是一起来分享他的